我说再见。那你外卖肯定会那个的。微博分享成功了。我看一下什么时候开始有人来啊？两个小朋友，个十百千万十万。现在 can be my way。现在小朋友太少了，哎呀，居然这么快就留言了，贤者。第一个 ID。等我来拿个东西，放一首歌给你们听一下。我这个视角这么直播的吗？啊，你这个直播角度有点太美了吧。灯光哎，没有，因为人有还没来齐嘛，来齐了再把视角调好一点。你这个直播视角真的有点，看现在有多少人，多少人能忍受这个视角还留下来的。可是我们房间搬了之后，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在哪直播了。对，本来在那个床前直播。我以前有个架子的，我本来想搞一个直播角的，所以我明天去买沙发，我下单，现在立刻马上。沙发放哪？放这边，我把这个桌子拿开。那你这桌子放哪？桌子找个其他地方吧。没有了。没了。没了。一眼万年 ，FXD， 感觉好像是冯星朵的缩写吧。还有一个木星 HOMEMEXX。398。好了，三个 ID 一念。然后现在要我先要放一首歌给你们听，但是我现在没找到设备。叫做绿光，是吗？是吗？很喜欢听这个。逆光不是绿光，逆光啊。也有逆光，也有绿光的。对，而且还是同一个歌手的歌。那下一次我去，没关系啦。就我们可以这样，不用浪费两个人的那个劳动力。下一次就我去吧，因为我在直播，所以没有办法，就先只能让栗子一个人去拿外卖了，然后下一次再我一个人去拿。我要派呢，等我一下，我来放首歌给你们听。现场吗？哎，记得要拿那个东西上来哦。什么？那个钩子。啊，对，今天带弟弟去看公演，他让我对你说你真好看，让你弟弟跟我说呀。你可以告诉你弟弟说你今天说很好看的那个女孩子直播了。对不对？我放一首逆光给你们听啊，我蛮喜欢的一首歌，其实我也录了这首歌，本来也想放进一个能给你们看到的地方去听的，但是由于感觉还是不够好，不能毁了我心目中偶像的歌，所以我就没有发出来。又 check now。 哎，现在直播只能一个星期一次是吗？好刻薄哦。那我现在直播了，不就意味着我生日公演那天我不能直播了吗？啊，我感觉很糊耶，什么情况呢？我去调一下，我是把美颜开太大了，我把它缩小，好一点了吗？把美白开小一点点，好一点了吗？MC 为什么这么多人没有上？那你应该要去问没有上的人呢、啊。你问我就我没有办法回答这种问题，我不知道的呀。就像很搞笑的，就是有时候不管是在外面上课也好，在公司上课也好，或者说上公演也好，或者说去就是各种场合，每次有领导啊或者老师都会说你们这样不行的，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总是缺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可是每次跟我们说都没有用的呀，因为你跟我们说的这些人也是已经到了的人，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应该也有这种经历吧，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要去彩排什么的，但是可能就会被说怎么，哎，你们少这么多人，你怎么不来呢？不对的呀，要怎么样怎么样，应该要都来的，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觉得好无力哦，我也没有办法呀，
我们来了的，你跟我们说也没有用啊，因为我们已经来了。你要说的是应该要去说那种没有来的人，对吧？跟我们说，就我们已经来了的人，跟我们说也没有用，因为我们已经来了。等我一下，我先找一下我要想放给你们听的歌，《逆光》。然后呢？然后我那个图是什么东西？我哪个图？看不见，不要吓我。我后面有什么图吗？没有图啊。你看到了什么？啊，快解一下，咕咕咕啊。咕咕咕是什么？不是，是这样子的。因为呢，我知道呢，有一个女的粉丝呢，女粉丝呢，就是她一直呢都有很心爱的东西想要送给我，但是那个东西呢是吃的，然后也是我很喜爱吃的东西，我的口水都一直往下流。然后呢，我就是也蛮想吃的，但是由于每次呢，我们的时间考量都不能撞在一块，要不就她忘记了呢，就是我刚好是没有到。哪个路上遇到就没办法给我那个样子，然后本来今天可能感觉好像能就是平时我们都会去罗森，对吧？就可能想着说可能可以在句句成员消息成为员文字信息什么东西啊，然后就可能想着说我可能去个罗森的话，可能就是有机会再见一次那样，他可能就可以很好的他可能就可以很好的把一些他想要给我的东西给到我手上，不至于他感觉每次都想要给我都给不到吧。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想着要去，但是后来因为已经公演很晚了，大家都很蛮累的，而且没有什么其他人想要去罗森，这个时候我也不好一个人去，就感觉就大家不能，就大家都蛮累的，我总不能让大家都等我一个人去罗森买东西吧。所以那我就那没办法了，那大家都不去那就不去吧，因为也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粉丝会理解的吧，就是我觉得一般喜欢我的粉丝都是很善解人意且通情达理，然后很善良，然后也很明白事理的人。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粉丝能理解我没有去罗森的原因，但是我还是很感谢，就是大家每次就是可能会因为猜测我们会去罗森而给我们准备的一些礼物呀，或者一些吃的什么东西，真的非常的感谢。下一次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托其他粉丝呀，或者说你可以日子流流长是吧，总有机会能对啊，冷餐会的时候可以来，我们可以一起吃蛋糕，对不对？对啊。然后呢，我很想问一下，不知道直播现在的人里面有没有那个是给我送了一份礼物的，就是今天前几天有没有谁给我寄了个快递，快说有没有谁给我寄了快递，从实招来，是哪个人给我寄了快递？等我一下，我先拿个酸奶喝。来，快告诉我。谁给我寄了快递？然后寄给我的快递是两本字典，你告诉我，你寄两本字典给我是什么意思？你知道阿姨取笑我吗？阿姨拿了个快递，她跟我说：“陈威言，你的快递好重哦。”我说：“是什么东西？我没有快递啊。”她说：“哦，可能是粉丝给你的。”然后就帮我拆开，一看呢是两本字典，给你们看一下，是一个这个。还有一本这一个，这里还有新版两个字，然后阿姨还要跟我强调啊，这新版的耶，新编字典耶，很厉害，你要带回去好好用。
栗子回来了吗？我拿了那个钩钩。辛苦了，我去挂吧。挂什么？挂钩钩啊。哦，我可以啊，我可以站上去挂。你不可以吧？你太危险了。我不知道怎么挂，问题是。吃完再挂，等一下再挂吧。对。是不是是谁？快出来说，肯定是你们寄给我的。我没有买字典。谁给你寄的字典吗？嗯。哇，这个开心的小粉丝是谁呢？我觉得他在取笑我。他是不是觉得你不怎么认识字了？你不用解释你是好不好？我懂他寄字典。他可能是觉得有一些生僻的字你不太知道。我是觉得嘛，他觉得我是。呢了不分 H 跟没有 H 不分，所以给我记字典。但是我想告诉你，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有手机版的字典你知道吗？但是你既然都这么辛苦了，买了两本字典给我，还有个成语词典，那我怎么能不用呢？好吧，那我就只能每天都带在身上，有空没空就查一下这个字是呢还是了，有没有 H 啊？公公，你这么辛苦的吗？公公是谁啊？公公又来了，每来一次调戏一次。公公，怎么了？怎么又来我直播间？我直播间没什么可看的啊。你要不换个 ID 进好不好？有。你要不换个 ID 好不好？啊？不要这么张扬嘛。就像我去看别人直播，我也是拿小号了。谁拿自己官号出去？你这个已经是官号了，你知道吗？什么？这儿吗？嗯？这样。好吃吗？你吃一下那个螺丝好不好吃？还有螺丝啊？没有螺丝？有啊。有螺丝吗？你是不是没拿？我可没拿。人生真精彩。我累了。也是，怎么可能两个放一块，哪有螺丝那么少？哦，我点了这么多的东西，已经少吗？大份了，够的。那你先吃了呗，我待会去拿。没事啊，先吃了吧。没有吃宵夜啊。外卖到了，很饿，因为上公演前不能吃太多，会想吐。圣诞的节目准备好了吗？准备了呀，嗯，80%的程度吧，不，应该是60%。因为还有蛮多东西还没完全到位的。今天的公演有看吗？已经13分了。我也不能直播太晚，要不然我就变成了12点表演的人，这是不好的。我的包里面有养乐多，我不仅把一瓶养乐多喝完，觉得很辣。我也觉得好渴。然后猴子，要一滴，我很需要你哦，因为我发现 LED 能呈现出很多我想要呈现给大家看的东西。我们剧场现在有了一个很大的 LED， 然后我今天有去询问能不能用。但是告诉我好像说每放一分钟要几千块钱啊？什么？嗯，哪有 LED 啊？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厉害的 LED 在哪里啊？投影，就是那个。那什么时候用到了呢？我们推镜子的时候不就有一个那个贴了白的那个纸，不是 LED 啊，那个是投影。投影也不花什么钱啊。我说要花钱。哇，这个人唱的。那 FT 不是用了吗？好听，
那不一样啊，我自己想用跟整个公演要用是不一样的，反正是这么跟我说的。但是后来又说是可以用的，但是可能要交钱是吗？不是，就是可能要调频率的什么的会有一点点麻烦。嗯，本来就是要用的嘛。所以现在也在协调中，一切在协调中。然后因为一个星期只能直播一次，所以呢栗子的直播呢留着下一次自己直播。干嘛还没问我？嗯，他说你怎么不直播？我就不直播，明天直播吧，后天，明天后天。对啊，要分开这样才划算，如果我们一起同时直播的话就不划算了。不是这样，我跟你说，我是这么想，从早上8点钟直播，晚上8点钟，我这也是一次啊，多少没间断，是不是？那也是，我们可以给不同的人，你2个小时，然后给隔壁2个小时，然后给陶波2个小时，对吧？一个人，然后花了4个人看了4个人，然后我们就一个星期，哎，我们可以找7个人来，一个人1个小时。你在找什么？不是，是个人的那个。直播对啊，我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找7个人，对不对？比如说我的直播时间，我直播7个小时，但是这7个小时里面，我有7个偶像在直播，我直播了1个小时，然后我给你，然后你直播完给金月，金月给陶波尔，一直轮下去，然后7个人之后关掉，那我的就用完了，对不对？但是我明天我又想要直播，可是我的已经用了，我不能用了，这个时候我就用你的，你是不是可以直播？因为你没有直播，你的直播号没有直播。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但是这样的话，那个走向就是谁谁谁，陈文言在直播，然后结果进去是叫你。对，然后就你又直播1个小时，然后你直播完，我又再直播一次，然后又再给他。算了，不要这么复杂了。然后我们就是7个小偶像，每天都能直播一次。想破头脑，为了直播想破头脑、嗯。所以都是有漏洞的，我跟你们说，运营想出的这种东西，哼，哪是我们偶像的对手？在说什么啊？我怎么听到没有？陈文言第一次没有没有没有，不敢，还是要吃饭的。没关系，讲 MC 的时候已经扣了很多钱了，我这个月的工资大概没有了。这个月没发工资了？这不快没了？你收到工资吗？没有啊。我也没有啊。没有发工资。发完了就花光了的，好奇怪哦。看来我这个月都已经被扣完了，我没有收到工资。哪有那么吓人？迟到会扣钱而已。有一个飘过的弹幕叫路过，但是我只看到你的字，我忘了看你的 ID， 不好意思。这就是你这种飘过的弹幕不好的地方。我来查查房，看、哎、有没有粉丝在这儿了。查房？哎呀妈呀，赶紧！哎，别说话，嘘。没有，你看不见了。我看一下。有啊。没有了，这几个都是平时都来我房间的。嗯。是这个满那个，你看这个 ID 也不换一下。哇，一心一意谁谁谁，对、啊、HTT， 哦，这是我粉丝，看到了，这你粉丝吗？我平时也看见他，哎、哦，这就是很浪的那种人。啊，哇，这个 Tonight 也是，哎，这个呢？这我不认识。这个呢？这个呢？我感觉那个什么？这个，哎，这个 Louis 的，哎，这个卿卿我我，哎，这个，抓到，现场被抓到了，还有谁？我跟你说，这我蛮多，我都是平时我见到的。如果平时你也在你直播，在我也见到，那就是很奇怪。这个呢？这个香港没有。他们都在喊你名字，这些呢？什么一眼万年？这个呢？这我不知道。这别管我。哎，这个别管我有没有？别管我有没有见过？没有哎。不是，就是不是他刚发了别管我的这个人，就是他说。这个有没有见过？没见过、啊。那还行，那还哎，这城本徐工，这个三摊铺改名啊，这都是我的粉丝啊，这奇怪哈，嗯、奇怪哈，嗯、大家不得了，不得了，但也不一定啦，他们说不定就感觉我可能一个寝室的就看到我就哦，快点，可能见到，可能在我的背影后面看到栗子在吃烧烤，我在吃烧烤，对，然后就赶紧跑过来，也有可能。哎，懂。我要去金玉房间玩了，你直播吧。懂做了吗？为你们开。哎，你叫我跑掉，不要跑掉了。我想去玩打游戏。你要玩哪个？我玩落地成佛这个游戏。我想知道为什么粉丝知道我们晚上在玩游戏。请问你说的什么？我说的。
你说了什么？我说我玩游戏，结果不小心说了成语。我都是有粉丝问我，你哪天晚上都是在玩游戏的吗？没有啊，没有，我一个人玩，肯定不关陈文言的事，就我一个人在玩，你知道吗？我没有队友，我就一个人玩。我跟你说，我绝对不是陈文言倒了以后。我跟你说，你们是不懂这。你这哪好意思说我被你气死？你们是不懂，你们玩游戏就是被人就是为了。也不是为了保护他吧，只是为了能维护这个和平，然后你去努力杀人的时候，你被人打死了，你倒在地上需要队友支援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我在问栗子，你看到我在哪吗？他说我看到我看到，然后我说快来救我，他说嗯，然后跑一阵，对，他找不到我在哪里，一直是说你在哪里，重点是我看到他在那转。玩过吃鸡的都知道，他在我旁边，我在那，对，你在哪里？我就在那趴着，然后在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在看天，你知道吗？我在脚旁边。然后我就那种无力感，唉，太累了，算了吧。游戏真的太累了，真的很累，不适合我。要不然他就是，我跟你说，看，而且一定要耐心，你知道吗？对我小萌新，我又不能生气，就不能那种快过来，又不能，我就只能。威严脾气很好，真的。我就只能，没有，我只能说，看小地图好吗？小地图有我的位置。我在想啊，我跟你才能这样子和平吗？我要跟大哥，我跟大哥骂死的。是啊，他会大哥自己丢手雷弹，我死掉算了。大哥直接把我炸死，开车把我撞，他把自己炸死，把自己死掉算了。你炸，他不需要你炸，你不要过来。你别过来，我自己死算了，让我死了吧。真的，我跟你说，哎，我真的跟他玩游戏，真的是那种。本来想着说要睡觉了，到晚上十一点多就吃一把鸡，十二点就睡觉，对不对？但跟他玩游戏就那种，玩十把都没钱，气的脑子就是感觉，我再不玩一把，我感觉我不是个人的那种感觉。什么呢？你是我有一个勇于学习的态度。对，然后我也是，我就是比他就早死，然后他也来不及救我，然后我在观战，他就是那种。我不知道他的视角在看哪里，你知道吗？草地啊。对啊，然后他打人就是那种，他打人也是，他就可能用五十。打死过人的，魏岩，你跟他们说，我是不是打死过人？嗯，打死过，就那种机器人，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他，就是。啊，那是机器人啊。就那种，对啊，我来吧，我趁现在当着大家的面告诉你。信号。其实这个游戏它是有机器人的，就是为什么会有机器人？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到点了，但是没有够100个人在玩的话，它可能就会匹配一些机器人在里面，就是它可能那些机器人就是它打你一下，但是你的血少的很，就掉的很少的那种，它就机器人。就比如说我打了你，但是你的血只少了一点点的话，对，我就说那人为什么傻，跟着在我对面，对，但是他不打你，对，他就那个这样这样。对，那些都机器人。我瞄准了，我大概瞄准了一分钟，终于瞄准了，把他打死了。对啊，然后太厉害，然后栗子就打死了。太厉害了。然后这个时候作为队友的我还要在旁边说，啊、优秀优秀。好厉害哟、哦！就是还要不断的就说优秀可以，不错不错。我也觉得玩的还挺好的。没有，还是很菜的，没有对比没有伤害。不骂我就是很好。哎，因为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哎，想想还是要多点包容新人，对吧？玩游戏，谢谢你啊！不用。我们如果待会要吃一把鸡的话，希望可以看清楚我在哪里啊！我不救。这种就是没有队友不救自己的感觉，真的是蛮痛心的，就是那种很无力，就是假装看不到你，然后等你死了，我就去舔我的包。你也是够坏，之前还真有这样的队友，就是那种匹配到我不认识的，就是不知道是谁，因为就是有一个人玩两个人或者三个或者四个的嘛，就是我有试过匹配两个人玩，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对方是谁，然后我又跟他一起跳一个地方，我发现我就被他炸死了，就把我炸倒了，他也不救我，然后我就死掉了。他跟你是队友哎。对啊，然后他就舔我的包，他可能觉得我太菜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太奇怪了啊！公公又厉害了，公公怎么了？公公是谁？看一下，就是弟子，
你除了吃鸡你还玩别的游戏吗？玩啊。你玩什么？王者荣耀啊。我不玩王者荣耀。荣耀，跟我念荣耀。荣耀。嗯。我不玩王者荣耀。你要带我玩吗？我很厉害的，我跟你说。那你要带我玩吗？宝山区第一貂蝉。你先告诉我你要带我玩吗？带啊。你糟糕了，你带坏我了。我本来不玩王者荣耀的。你在说什么？荣耀是什么？我本来不玩王者荣耀的。嗯。你带我玩。我还没带你玩，还没开始啊。你说你要带我玩。那我不带你也不行了吗？不行，你刚刚才诱惑我了。从那。你在这吃烧烤，我没有吃。那你吃。你再带坏我了。你快吃啊。你妈晚上带我吃烧烤。不好意思，我们这种小会辈都是这样的，你都大半夜吃烧烤，然后晚上又打王者荣耀。没有了，我是有看到一个粉丝在生气，他说我在带你吃鸡，你不能吃鸡，把手上的鸡肉放下。这是鸽子。这鸽子就是鸡。这就是鸽子，不是鸡。我记得我点了一个鸽子。这个鸽子肉很少，还不如吃鸡呢。你吃的是一只还是半只？半只啊。嗯，是吗？真的很小。嗯，还行。很小。你不能把手上的鸽子也是属于鸡类，禽兽类。禽类的不是。鸽子怎么是禽兽？不是。在做什么？禽兽不是跟禽类一样的意思吗？不是，禽兽是骂人的吧？不是、啊，禽兽就是指那种。一般来说是骂人的吧？不是被用的吧？就是禽。不太对了。就是禽类。禽兽类。好了，我要，我看一下，已经26分了，我直播到30分，我就要关掉了。我为了方便那些补档的小朋友，补档的时候不会感觉怎么这么久啊，有心无力跳过内容，所以我就直播半分钟。哇，你真的好贴心哦。那当然了，我每时每刻都在为着粉丝思考，只是粉丝。粉丝都不懂我的好，懂难受了，扎心。该懂人就会懂。乐乐回家了，很早就回家。我看一下他们说什么，晚上吃那么多不好，叫他不要吃了。然后他，重点是，啊、重点我给你念一下他的 ID 啊，是，你真的要听吗？说，叫 TT 我来了。然后他拿的那个他还是用的那个男字，就提手旁的那个他。提手旁不是宝盖头那个他就行了。宝盖头那个他，我就谢谢他了。那太坏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哎呦，当晚上的我看多饿啊，公演多耗体力的一件事儿。对啊，而且因为我们公演前不敢吃太多，因为吃太多怕吐。对，你跳着跳着真的。就那个胃搓着搓着，真的会吐的。而且因为换衣服很急，你知道吗？就是没有时间让你有过多的去思考，然后你就死拼命的一抽拉，然后就跑了出去。就很多时候可能自己就是夹着一坨肉。I see see。我还有2分钟我就要关掉了，你哪也没有。这是不是你粉丝？你看这个这么脸深的。没有啊，你看这个非主流的文字，一定是某个热爱就是非主流文化的。那就。跟你跟我不太搭呀，我粉丝都是那种比较土不了。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粉丝呢？我跟你说，我的粉丝都很洋气，对吗？没有，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蛮土的耶。怎么会呢？你怎么会这样想自己呢？没有啊，就是觉得现在叫接地气，不叫土。给他换一个名字，叫接地气，好不好？我粉丝蛮接地气的。我们就是很接地气的偶像啊，看出来了，就绑了两个麻花。就隔壁村的来的，隔壁村，他们今天夸我这小辫子好看。对，你今天做这个发型好看，我也是被自己惊讶到了。不好看吗？我好看啊，就是让人有耳目，就感觉哇。你骗人，你刚刚不是这么说的。没有，你刚刚不是这么说的，就感觉隔壁村的春花过来了。我觉得为你很多事情你都憋在心里不告诉我，你很多想告诉我，别说那是机器人，你都不告诉我。不是，我不是为了不打击你嘛，虽然需要鼓励，你还优秀厉害，
你明知道那是机器人，你看我这辫子你也不跟我说，你觉得很接地气，你就说耳目一新是不是？不是，好看吗？粉丝你说好看吗？好看好看，他们会看到这反图，今天反图大佬差点罢工。你们刚刚还在我的房间夸我今天发型很好看。哎，你粉丝真的很好，我跟你说，我粉丝很刻薄的。我哭泣。真的，你粉丝真好。我粉丝真的很刻薄的，你没看他们说我的那些？这才叫刻薄吗？他们在你话题里面还说你好看。对啊，但是他们转眼就说我罢工了。可是我跟你说，我的那些没有一刻是不在吐槽我的，就觉得我做的不够好，要求很高。那为什么？那如果他们那么厉害的话，就他们来当偶像好了。这不用我说，你知道吗？我粉丝很好了，我粉丝很好。真的很接地气。哎呀，你看，哎，不行了，你看一说这些粉丝就得造反了，什么坏话，是不是很刻薄？来啊来啊来啊，想当小偶像吗？看看我小辫子，我跟你说，你们要来当偶像的话，一定要跟我一样扎一样的小辫子，不然你们是进不来的。你知道我们是怎么进来的？当初我甄选的时候就扎两个小辫子就进来了。真的假的？这事情真的假的？骗的，骗他们的。所以你们也要加两个小辫子，知道吗？你就能进来了。你这样比较接地气，说话没有人相信你，你知道吗？不会啊，我骗完立马告诉他们是假的。而且你为什么这两个颜色还不一样呢？姐姐给我绑的，她说这样会比较俏皮可爱，俏皮可爱，你不觉得吗？有不同的颜色，感觉就是紫色，你看像我们队的颜色就是紫色，还有黄色，哇，黄色是什么？H 队的队的颜色，这蓝色 S 队的， S 队的粉色是什么？没有 SHY 14 A。 你再说一遍 SHY 14 A 14 A 就14 A， 你刚什么语的 40 A 14 A。 国外人说话不会这么正经的呢。SHY 40 A 就比如 IC 他们不是 IC。 Hello， 我今天在 MC 上已经飙过英文了，他们知道我英文水平了。It's not good, it's bad, bad。 我这种英文水平。不是，我相信我们昨天看的那个综艺，就何总，何总对吧？何总，哦，前辈说的那个何律师那个吧？嗯，对对对，然后他说那个 I know， 哎，不是，他是什么弄来的？我给你们说那个英文啊，哦，笑死我了！我念一个英文，你们可以翻译一下，前后复的是什么意思？前后复的。来做一个前 10 minute 的 talk。 前后foot 是什么意思？前后 foot 什么意思？九四吗？什么意思？干嘛你们干嘛干嘛突然掀我老弟少年龄啊？你九四的吗？对，我九四是的。前后脚，对，前后脚。还有个 10 minute 的 talk。前脚后脚，哇，好厉害哟，哦！可是后面那个呢 ？Ten minute talk。对啊，跟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你回忆一下我们昨天看的。跟我聊天，不是跟你聊天。Ten minutes， 十分钟。好了，陈文言的英文水平已经是这样了，大家可以知道，就是文言的英文水平呢，基本上是不太行的啦，可能是停留在小学的时候吧。所以送这种有什么用？送应该送英文字典，好吧？哎，反了，应该要送一个英文字典新编。对，完了，他们说你连 talk 都不知道。talk 不是聊天吗？对啊，十分钟的聊天。对啊，你没说错啊。对，小学毕业了，先上初中了。等一下，我跟累了，我也累了。吃东西去了。不是，我们楼下还有一盒呢。哦，对了，还没拿上来。你说的很有道理。对，然后我要差不多关掉了，因为我答应了你们说只直播半个小时。没事，我明天再直播。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约定，我可以把手机交给金音乐，然后让金音乐继续我的直播，然后明天我们就可以用他的手机直播了。然后，哇，六级的票我不相信，你有本事发语音给我，发在我的那个私信里给我。然后我要说再见了，因为生日快乐，不用这么早祝我，我生日已经过了。
他们问你是不是明天直播，哎，我就跟你说一下，他不会明天直播了。啥？我刚准备去淘宝房间玩。你是要直播吗？明天？我。得了，拜拜。我直播的话会跟在房间里跟大家说的。对了，然后我也要关掉了。然后呢，我们那个4月14号的生日公演再见。然后那一天呢，会有一份小礼物是要送给你们的。然后那份小礼物呢，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因为经费有限，所以可能呢就不一定每个人都有。但是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问你隔壁的人拿。然后也希望那天能见到你们吧，能见到今天来那个来看直播的人，好吧。然后我要说再见，好吧。然后谢谢今天陪我度过半个小时的你们，拜拜，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我知道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我太老气了吗？等一下，我忘了我今天自己，好了吧，好吧，我那个再见了，拜拜。